你人際理由就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講嘢咧比唱歌啊撈搞好多，成日條脷咧就捲曬曲，有陣時講親嘢又得罪人，成日都衰多口。咁但係因為今次亦都係我嘅告別演唱會，我應該對我所有鍾意我嘅歌迷或者朋友作一個交代，或者將我以往或者將來嘅我去交代清楚。最後亦都係最緊要嘅一句嘢，我要交代嘅就係話，我今次離開樂壇係全無壓力之下離開，並唔係同任何人有關聯，我只係想喺最多掌聲嘅舞台上面告別。
Sing now!